佛说四不可得经，西晋三藏竺法护译。文如是。一时佛游于舍卫奇树及孤独园，与大比丘聚，比丘千二百五十人及诸菩萨。佛明旦着衣持钵入城分位，四辈皆从。诸天龙神各击花香祭月追于上世。佛道言睹见兄弟同产四人，远家弃业山处闲居，得五神通，皆号仙人。宿对来至，自知受尽，西域壁中，各个思议。吾等神族飞腾自恣，在所至道无所挂碍，今反当为非常所得便，微失生命，当造方便免思患难，不可救之也。于是一人则永在空中而自藏行，无常之对安之无处。一人则入世中人闹之处，广大无量在中毙命，无常之对去得一人，何必求无。一人则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万里，下不至底，上不至表，处于其中，无常之对何所求也。一人则既切至大山无人之处，过山两解，入中环河，非常之对安之无处。于是四人各个毙命，竟不得脱，藏在空中者便自堕地有果熟落，其在山中于彼丧亡，在大海中则食妖命于鳖所食，入世中者在于众人而自终末。于是世尊睹之如斯，为此四人暗昧不达，欲舍宿对，三毒不除，无智三达无极之慧。古今以来谁脱此患？佛则颂曰：虽欲藏在空，若处大海中，假使入诸山而欲自坚行，欲求不死地，未曾可获之。是故精进学，无身乃为宁。佛告诸比丘：世有四事不可获至，何等为四？一曰年幼颜色伟业，发黑齿白，形貌光泽，气力坚强，行步举止出入自由，上车乘马众人瞻戴，莫不爱敬。一旦呼冒，头白齿落，面皱皮缓，体重拄杖，短气呻吟，欲使长少不至老者，终不可得。二位身体强健，骨髓实盛，行步无双，饮食自恣，装饰头首蔚为无比，张弓射矢，把持兵杖，有所危害，不行屈直，骂力冲口，蔚为豪强，自既无我，无有衰耗，病疾猝至，伏之着床，不能动摇，身痛如绑，耳鼻口目不闻声香美味细滑，坐起虚人屋路自出，身过其上重患难愈，假使愈免，长安无病，终不可得。三位欲求长寿在世无疾，得于病死，命既甚短，怀万岁虑，寿少忧多，不察非常五乐自恣，放心意意，杀盗淫乱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嫉邪见
不孝父母，不顺师友，轻易尊长，反逆无道，希望豪富，未可永存，击谤圣道，以邪无双，虚天推步，慕于世荣，不识天地表里所由，不别四大因缘合成，犹如幻化，不了古今所兴之事，不受倡导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之所归，心存天地，未是无际，非常对峙，如风吹云，纪念长生，命忽然中，不得自在，欲使不尔，终不可得也。四位父母兄弟家世亲族，朋友知识恩爱荣乐，财物富贵官爵俸禄，其成游观妻妾子息，以自交自饮食快意，儿客仆使驱行，岂是顾影而不轻蔑众人，济己无双，奴客拥骂受累畜生，出入自在无有欺度，不察前后，为其眷属从始之众亦可常得，素对促至如汤消血，心乃怀惧请求计患，安得如愿，呼吸命断浑神独视，父母兄弟妻子亲族朋友知识恩爱皆自独留，官爵财物仆从各散驰走如星，欲求不死终不可得也。佛告比丘，古今以来天地成立，无免此苦四难之患，以思四苦佛兴于世，设无此难，不现身相，教化群离，犹如四方有红石山广大且高，上生草木，种果药树，花石稀茂，忽施野火，四山俱发，暴疾相向，速于日行。有人白王说有此患，宁可避乎？答曰，不可得也，天中之田，唯有神通乃可济矣。佛言，有心一时，不解深妙空无之慧，心既无火，五阴所缚，六衰所惑，欲不老病，归拔此恶分离之患，至于长存，终不可得，唯成法身，阴衰息捐，无内无外，进退自在，乃能免此四难之患。如春种谷，令秋不熟，终不可得，指老病死别乖之本，欲令不终，不如智也。由树生果，欲使不落，终不得也。由人饮酒，欲使不醉，孰有祸愿？众思根本，欲令不终，不可得也。如人服毒，欲令不死，谁有祸愿？众离根本，欲令不别，终不可得也。由人入混，欲令不臭，谁有祸愿？指老病死，欲免思患，未有如愿。人不识此四苦，放心自意，莫尘无道，犹如车轮不得离地，悲哀呼嗟转相恋慕，无有敬意，犹如狂意裸行而游，恍惚妄语未为真谛，痛哉，谁了此意？唯有解道乃知之耳。比丘白佛言，何缘免济此四苦之难？世尊告曰，
当求解脱。何谓解脱？佛言：护身口意出中净善，不为声闻行，身不犯三罪，口不犯四过，意不念三恶，出中净善也。又身口意合而归三宝，除于三毒。入空无相不愿之法，向三托门，是初中净善之德也。三界皆苦，生老病死，世身如旧，行于四等慈悲喜护，不尊大慈无极之哀，去欲免身至于涅槃，不念一切便得罗汉，不及十方，虽得免于四患，犹有限碍。佛言：发菩萨意，普令众生常念尊六度无极之行，初中净善者，未发意菩萨也。初意善者，是一切人如父如母如身，常等无异。中意善者，不畏勤苦，在于生死无央数劫，不以为劳。净意善者，分别空慧，不见无我。有初意善者，本发大意愿济一切，不畏己济。中意善者，行四等心慈悲喜护。净意善者，弘无极慈，欲导群离，遭诸恼患。初意善者，观身四大本无化合，源于无缘。中意善者，无我、无人、无寿、无命。有思四事，则受身矣。无缘无攀，何从得因？犹如立屋，有财有土有水有草，四事别离，各散异处，人何作舍？因得污名，寄身四事，亦复如是，各存一面，心着所有。我、人、寿、命四大合成，因号为人。净意善者，了知无身不以三界，一切悉空。初意善者，不失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一心智慧之道。中意善者，晓知六通之法，入柔顺乏人。净意善者，知身自然，诸法自然，人物自然，一切如化如幻，寂皆本无。初意善者，未发无上正真之意。中意善者，解因享慧，得无所从生不起乏人。净意善者，待一身不处，勇猛之状由一切生，度无所起救济一切，如日普照无所不变，是为菩萨初意善者、中意善者、净意善者。佛言：行菩萨道，多所度脱，由众星中月而独光，光如日初出，一时熄变，犹如炬火在所如照，疗诸病如良医，度群离如传师，安三界犹国主，降异道如狮子，道心普如虚空，心等如地，喜垢如水，烧诸罪如火，犹无碍如风，是为初中净善菩萨之事，乃为究畅。佛说如是，诸菩萨及众比丘、诸天、龙神、阿须伦闻经，莫不欢喜。